动，未来的人生心动动。阿明，阿明，你在变啥？爸妈的话，唔捌违背过恁，我嘛一直以身为爸妈的乖囝为荣，我真正是无想要甲恁有冲突的。请原谅我，婚姻是我的人生大事，我知影恁无认同我甲小春，也毋过希望恁会当尊重我的选择，无得甲我离开，会当予大家一点空间。好好思考一下，希望你会当谅解我的决定。哎呦，这个囡仔怎这么绝情啦？啊，竟然把咱放下就做伊离家出走，啊，一个人是走去倒啦？老公，这摆是变安怎？想袂到，平常时啊，遐尔乖巧一个囡仔，竟然做出这样让人伤心的代志。我看你真正是起痟了啦！啊，自从认识伊个小春了后，迄关心都伫伊身上啦。哼，迄个狐狸精是不是有关害命啊？别这样想啦！李慧妍小姐，啊，假使下摆若有机会，你是不是当出来友情客串，洪家的粉丝呢一睹你的风采，回味一下呢？啊！这么爱看我，啊不然呢？你是要一睹风采，无我今麦就给你回味一下，注意看哦。1, 2, 3, 4。啊！你的心情有缘无讲解好哟。你也不是不知影伊的个性，头一次交男朋友，哪有这简单就放袂记？哎，安尼讲嘛是有影啦。所以讲，咱查某人吼，啊拄着感情的问题哦，就真正鬼总拢聊落。哎，你哪来遮啊？啊，闪啦！找你当的查某囝啦，咱已经有啥物好讲啊？你来有啥物代志？狐狸精，鸡狗啊，好心搞出来！阿母，阿明无来找我，莫伫遐假啦！你真正是无良心，搁袂见笑，讲你参像好心啊，搁算客气，我看你根本就是假走，迄粒伫我汉民的心上树毁啊，安怎飞都飞袂走。今嘛就想要诱拐我的汉民，把汉民藏起来，别想收啦！卖就是讲安尼，我就会答应你的婚书哦。老赖，汉民，老赖，你出手给人拍，今嘛搁亲门大号餐就下过来乱飞，你空空飞，你搁飞，我带你叫警察把你扣进去。贱人，汉民，汉民，啊，无你今嘛要安怎哈？哪里乱杀哈？我还讲哦，物件弄歹，我写你赔哦。打你这样拍人骨，写是打偌济啦？家己无好心啦！我这边叫警察来嘞，甲讲我这是受害者啦。阿母，汉民真正无来找我，我真正不知伊在倒位。你莫伫遐假鬼假怪啦，我带你扣分稳啦，唔肯答应你的婚书啊，所以你才让我汉民甲伊藏起来。柯太太，你找唔着所在啊，你好戏无伫咧遮。
你后壁找去别位找。谁相信伊的话啊？安娜，我都唔相信啊！我今日就坐伫遮唔走，你若是无甲我海面交出来，我就看你啦，敢做安怎？阿母，你是想要安怎？你别个好声讲话。志浩，你查甫人莫动手，我来。这小杂毛，我已经忍你真久啊！我恁老师的老师嘞，你当作我小猪后边拢无大人啊？哈？你唔知我李惠安是啥物人物吗？你落车头拢无来探听看卖，我李惠安是专门伫这里惠安的人，我小杂毛。哎呦，那是给你拔刀的呢，你死好了！你们两个好心啦！你若是我知啊，你给汉人唱在度，我就给你告死啊！阿母，来了，我来给你告三个。信啦！哇，这个狗屎！你给小阿姨，阿姨，我们走一走，大家来走啊！汉人大人大姐，我是要给唱去倒位啊！真正是哦，小春呐，好佳哉，你紧退婚啊！无趁着即款诶打架吼，你逐工皮带变较硬诶，真有够憨诶憨，憨啊连鬼看到伊嘛会惊。小春，汉明敢真是拢无敲电话互你？啊，不过有淡薄啊热呢。啊，你这粒根本伤过细粒吧？袂讲介大粒吧，差不多三颗啦。哦，看起来你已经通过你的考验了。嗯哼。大头家就是大头家，出手拢甲人无同款，够真大。哎呦，你敢袂记得哦？咱之前有捌讲过，若是一个查甫人吼，无法度提出这种赛事的选择，咱是绝对袂记，对不？啊，你即马安怎？什么安怎？啊，就甲李少峰啊！哦，你甲李少峰是安怎袂猜哈？是要猜啥啦？哎呦，等下你甲爹妈再搞笑啦！我是感觉哦，迄李少峰真正足无出头呢。咱之前做伙伫咧飞的时阵，要撩你的查甫是摆到机场外口呢。啊，你安尼惊来惊去，惊到一个白莲影的。啊，唔对唔对，是惊到一个正残的。人伊是正花。哦，正花正花，啊正花，敢会当正酸椒？少峰因头家对伊真正足好诶。你看，这么大片的所在哦，以后拢要交给管理。而且少峰有代言要给我过好日子，今嘛当咧研究新品种的兰花呢。咱这兰花若是研究出来了，特别用我来好命。啊，等伊赚大钱，阮就会。你就会结婚？是啊。看你的表情，你嘛无确定吼？你嘛唔知啊，伊当时的成功对吧？对啦对啦，这李少峰哦是生到真缘投，身材嘛真好真 man， 啊你拢已经爱着，叫你甲伊切哦嘛无遮简单呐。高颜值可以当饭吃吗？伊生到遮缘投，会当互你配汤哦。你阁讲伊要用你来替兰花好名，啊，那是无成功的。那是成功了哦，都叫做小夏兰呢，就太强。何佳丽，好啦，跟你讲生笑啦。哎呦，
咱已经未少岁了呢，要找一个金龟婿，无遮简单呢。你看外口遐个年轻妹妹，每时拢是美泡泡又咪咪，你真正一点仔微心思拢无。今麦这个年代哦，只有懒女人，没有丑女人。你麦底下自我安慰啊啦，小夏兰，何嘉丽。好啦，讲真个，我是为你好呢。你现在身躯边敢无条件较好的查甫？若是无，我替你介绍好不好？多谢。唔呢，这条件好的查甫人哦，确实是满满是啦。也唔过，若是真正要找一个当对我好、真心爱我的查甫人，这个、世间敢有李少峰一个？小倩，你是慢慢讲啦，我无用手就过来。好啦，你会是你正讲话啦，正讲咧。上市公司的老板，嗯，可袂当麻烦你替我问看卖有啥物较好的投资的机会无？好啊，我替你问看卖。我请麻烦你，多谢。三八，讲啥物多谢？那是好闺蜜呢，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啦。小谢啊，歹势啦，今仔日较无闲，无时间陪恁开讲。不要紧啊，为着阮姊妹看家己开干嘛总欢喜的啊！你敢要看卖啊？阮今仔日讲啥？唉，用脚踏去想嘛知影，恁是咧讨论我是要缘投，是要阳光，互你就困了。随便啊！好好，生活自作多情，恁到底在讲啥？你有机会来哦。什么机会？家里有答应我啊。伊讲要等伊家己的未来老公讲者，看嘛有啥物较好的投资机会无？小夏，放心啦，阿哥你莫有压力。我甲佳丽当初遐尼侪年啊，伊的个性哦，我做清楚的。伊今仔日答应我哦，就表示讲伊会替咱做较高啊。啊，不过佳丽老公咧做啥，我唔知影，而且我嘛无一定会晓啊。小凤。你之前敢毋是有答应我，若有搁较好的机会，你会考虑？小夏，我唔着我有答应你，好好考虑。啊，不过兰花新品种研发，即嘛是上重要的时阵，而且要投资，我也无钱啊。钱的代志，我会当甲你做伙想办法啦。我已经有一个出头的机会啊，是安怎要放弃去做别行呢？啊，是无成功嘞！啊，若万一成功嘞？啊，若是成功，这个世界会改一人写下来呢，还是该安怎？小夏，你到安尼做哩啥？歹势啦！我知影我讲话较重，但不过我真正感觉咱两个沟通有问题呢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先想一个很冷静，然后嘞，
去，亲像昨暝你甲我才分开的代志，互相换阮的心声，一阵一阵听入心肝，你敢知影？落雨的暗暝，想到的永远是你。多谢你来。你找我什么代志？等你白讲好不？你的心内敢搁也有咱当初的甜蜜？路顶看阮的相思，一幕一幕牵在眼前，你敢知影？其实就通比想到的有关是你。我是想你。我想你想你，我爱你爱你，我的心来爱谁啊？我知道你为了我一定留一直退退到拢无路通去行，是我不对，也不过我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一直发生，拜托你好吗？你别这么简单地放弃我们的感情好吗？快回去啊，妈妈在等你。我马上走去找你。这是不老用的，我的离家出走的时候想要跟他说这件事，想要跟我真家打算问你，我妈还走去找你的麻烦。小水，汉妮，我忝啊，我真的忝啊，我不管你离家出走是为了什么事情，为了什么人，我拜托你一个人离我家较远的，别再惊我爸妈好不？小孙，就算你想要放弃，你也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等起啊，我的人生有一段很好的感情，我已经真满足。我想你想你，我爱到要死。你真正在遵守咱的誓言，咱讲过的话，就真正来放下去啊！我想你想你，你什么拢无遵守啊？小春，我无爱你啊！像袂散的心我不爱你啊。你现在把头换过，你给我弄一遍啊！
你这么搞，我管你快活，你看老公是被你们害我。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。你都没走。我当初遐尼害你的行为，你是一个袂晓讲白贼的人。对，我讲爱你，我真正就爱你。啊，我就想问我爱你是个安怎？你阿妈无教育我，你是你个带来调的盲爸妈，今嘛就该分不开你，你妈都讲你教训我。阿妹，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代志，是两个人的代志。都在咱社会，咱民间社会闹高兴了。只要你有心，我有心，咱就当改变一切。我已经在做改变了，阿妹耶，敢讲你就要安尼，目睭紧紧看咱个的感情放水后。我无法度，所以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袂够这个情形继续落去。来吧，疲惫。你的做法就是离家出走。唔哪呢？我要带你去公证结婚。爱情深深你怕什么？要让你爸妈知影，做咱两人去公证结婚。小川，我跟你讲过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来伤害咱的感情。爸妈，我知影未来的路有可能无这么顺利，有可能真坎坷。啊，不过我只要能牵着你的手，一牵条条，我就有勇气继续行落去。我今天不怎么样，小春，你不知影，我知道啊。阿哥，秋风秋雨雨秋夜静。